Dab Loop。Let's go。大家晚安。离开世界之前，一切都是过程。活着不难，最难的是做人。在移开的眼神里，代表着默认这一切过程。小溪晚安，艾斯晚安，托马晚安，基银翼晚安，嘟嘟嘟嘟嘟，卢卡晚安。离开世界之前，一切都是过程。活着不难，最难的是做人。在移开的眼神里，代表着默认。我们曾经爱或恨，其实是每一站，每过一站，不断开始着每一段，每一晚，每个抉择，没选的每一半，都在疑问你有没有遗憾。CJ 晚安，妖猫弟晚安，洛克晚安，锦衣卫晚安，赵子龙晚安。凌霄晚安，地狱熊猫晚安，地狱猫熊对不起，宝贝晚安，台宝贝晚安，日风晚安，直接叫我宝贝超怪的，歇晚安，晚晚，这都是过程，晚安啦，小西晚安，安安，卡丘晚安，带带带带带带晚安。大家晚上好 ，Google 晚安，好不好？我们把希望寄托在道路、城市，精神寄托电影、音乐、文字，人们记录着他们说的真实。如此，你只知道结局的故事，写下结果，因为人们爱追溯，省略过程，因为时间爱催促。他们挥舞手跟脚追捕，这分秒你归属感真小又正巧，没有退路。文字没灵魂是散落的笔画，我启程又捡起散落的笔，这创作是重新排列散落的记忆，下笔重现每个看过。过的你，每个散落的你，被捕捉在底片，感动产生在里面。如果不是纪念，没结果的经验，于是结果是明信片。豆哥晚安，个人晚安，亚楠晚安，丁丁晚安，人童晚安。过程，大家晚上好。一切都是过程，重要是过程。大家晚安，谢谢日风的香槟，谢谢。不简单晚安，四晒晚安，君乐晚安，君莫邪晚安。什么感恩的心啊？这什么？跟今天的衣服蛮配的，哈哈。汤汤晚安，丁丁晚安。这怎么跟今天的衣服很配的滤镜？就这样，今天突然开启了这个滤镜。谢尔登晚安，大家晚安。今天是少女节，心安晚安，空空晚安，大家晚上好。跟你们说，我现在真的是超饱，我饱到我不知道讲太多话，感觉有点微想吐。这样，就是我今天我刚晚餐的时候跟。一个很久没见面的朋友去吃饭，超饱的，休息晚安。我刚刚去吃两餐了，超饱的，杰星的烦恼歌啊！我真的是吃完之后，我走出那个餐两餐，我真的是直接就是这样拱着腰这样，然后我就跟他说，我现在很像那种就是腰伸不直的那种年迈的老人，这样，这种年长的老人不是都会脊椎侧弯吗？然后我刚刚是很像那个状态，然后就一路这样走在捷运站，然后走回家的那个状态，超丢脸的。可我就是现在是伸不直啊，然后饱到肚子有点痛，这样啊，肚子好痛，救命啊！大西巴晚安，米酒晚安，彩珠晚安。我的晚安，冠杰晚安，季风亮晚安，小杰晚安，咻咻，天哪，不要吐，不会啦，我真的超饱，你们有吃过两餐吗？啊，我直接饱到，救命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两餐，两餐应该大家都吃过吧 ？VTT 晚安，傻小子晚安，愿意晚安。那我今天晚上就跑去吃两餐，然后有点吃太多了，救命！那真的是我今年
我这一两三个月好像没什么吃过两餐，然后就是久违的去吃了两餐。两餐的间隔时间太短了，什么意思？你说就是哦，两餐是一间餐厅，然后他是那种吃到饱？不是啦，好友，不是啦，笑死！我说的是一间餐厅叫两餐，它是一个韩式，我不知道叫什么，韩式锅嘛，然后就是误会了。哦呀，不是啊，笑死，好好笑，对啊，蛮好笑的。所以你们是以为我一次吃两餐吗？不是。啊，超饱的，救命！啊！乐都随便你，无中心态类似 fuck pay me， 跟生站在一起敌人都是对立。带点醉意，能让人换上一号就够，那都未必。Let me talk my shit， 就像我说，我们今天是不是要唱点甜甜的歌？因为我们今天就是甜甜的，甜甜，甜甜，对，就是那个油火锅跟年韩式锅跟年糕，好饱哦！教我怎么做，一堆机器人分什么对什么错，什么韵脚，像只龟苓，你是什么货？什么学校都不重要。看过 OG 为了利益想把裤子脱掉，看过 hater 以前说不，现在反而说要。我记得他们从没有把双手借我，现在要借我的什么获利突然开窍。预约我的 feature 免费，证明我还混 OK， 大干一票。不舒服的话不要隐藏，不会。没有啦，还是必须要直播啊，让我把这一个小时播完，让我说。可我跟你们说，我真的是超喜欢吃两餐的，可是每次吃完都觉得好饱哦，你们知道吗？所以大家都吃过两餐吗？啊好啊，谢谢，让我掌声鼓励，耶！太虚，我今天超少女的，换一个滤镜吧。这是什么 ？Oh my god， 这是什么新年快乐的特效吗？好，让我换一个。哦，这比较适合现在的时刻。那你会吃？有啊，我今天就吃到炒饭那一趴了，我觉得超饱的，我就吃了大概两三口吧。喵，晚安。啊！我直接疯掉。一拳超人晚安，切切东正晚安，又英晚安，最近这件衣服好可爱，我也觉得这是我新买的衣服。为什么？对啊，拔不行，而且我吃了超多年糕啊，输掉，女仆店走出来，我们来播一点冬天的歌。我刚刚也跟我朋友聊到，我说我们要去女仆店。他就说你想去，他说所以你想去哪一间？我就说随便啊，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女仆店是你觉得台北最正宗的女仆店，就去那边吧。对，台北最女仆店的女仆店入梦啊。对啊，我转到了，我想说播一点冬天歌曲。欢迎来到我的梦。好，我们来听吧。蛮喜，我们为秀点播入梦。对，我今天超粉了。我今天那朋友想去哪一家，他没有说，就是因为他这阵子要离开台湾了，所以呢，我就是跟他吃最后一餐，在他在台湾的最后一餐这样。然后说，在离开前先吃一餐吧。阿翔晚安，朋友想去哪？我还没问。乖孙是怎样？乱认孙。然后我跟你们说，我今天早上我今天超充实的。我今天早上9点起床，然后呢被朋友叫去吃早餐，然后我就出门跟他们吃早餐。结果我到时候其实已经中午了，因为我就赖床。他们说，你要中午去都可以啦，反正我们就在那里等另外一个朋友下班这样。然后等另外一个朋友下班之后，我们就一起吃了午餐这样。然后我就吃了午餐，然后呢
我中午吃什么？我中午吃青酱，青酱。青酱意大利面，青酱什么鬼？反正就吃了青酱意大利面，然后吃完之后，我后来就回家，没有回家，我就在附近逛了一逛，就是歪曲地下街这样逛，然后逛了之后，突然好想买游戏 ，Oh my god！ 我就不敢，你知道吗？我都不敢走进去那个卖骗子的店，因为我觉得我一进去，我就会想买这样。等哥晚安，我还有一些游戏没有玩完，但是我觉得都没关系。我其实还蛮佛的，就是我一个游戏没有玩完，我还是会跑去玩其他游戏，所以我其实还蛮容易弃坑，或是玩到一半就没玩，然后很久之后才玩这样。像我的那个史迪奇晚安，不是我史迪，像我的那个萨尔达，其实就已经蛮久没有玩了。我一直是跟那种神奇宝贝一直交错在玩。好棒哦！欢迎来到我的梦，欢迎欢迎来到我的梦，欢迎欢迎来到牛牛牛梦。对啊，然后我就是逛一逛之后，我想说，哎，我突然好想回家玩游戏，然后我就回家了。结果我回家也没有玩游戏，我回家就是。听歌，然后写歌，然后练舞，就这样，然后结束了我的下午，然后想说啊，差不多该出门。就后来我在床上又窝了一下下之后，我就出门，然后跟朋友吃饭。姚某弟晚安，谢谢姚某弟的香槟。啊什么版本？你说神奇宝贝吗？剑盾。劳菲绿晚安，安晚安，上转。地方的小胖晚安，不当不要吐完。Q B 八晚安。徐徐欢迎回来。啊，反正我现在就是，我今天，然后我就是在吃完两餐，然后你知道吗？我觉得那一餐感觉有点像什么年终聚会，就我们就分享一年发生的一些瞎事。我觉得我身边其实还蛮容易发生瞎事的，就是像我现在没有在读书，但是我就是接触的地方，就是接触的，就是说的东西，都会就是有时候都还蛮让人觉得大开眼界，或是有点微荒唐的事情，然后就是跟朋友分享这样。就是哈，然后这样互相分享一下，就是各自发生的事情，这样，然后就是今年的就这样结束了，耶！然后我们就开始感慨说，哎，我们下次见面一定又可以分享很多事情。然后我就说，对啊，毕竟我们的人生都很精彩。然后就结束了。然后最后回家的时候，我就直接站不直，因为真的吃太饱了。而且我朋友拿超多，他到底是有什么问题？他拿超多嘞。他拿了这样一大碗，等一下我要换成一个爸爸们的歌哎，我超喜欢这首和解。他拿超级无敌多，他拿那个炸物直接是那种堆起来的。K 和平哦，真的吗？喝苹果醋有用吗？然后就是分享完我们各自的荒唐日常之后，然后呢就回家这样，然后回家之后我超饱，然后我就是整一路都像老人一样的，就像一个脊椎侧弯很严重的一个病人，然后就是一直这样行走这样，然后直到家，然后我就冲去蹲马桶，可是我发现什么都没有出来，所以呢，我就来直播了。哈喽，晚安。这是我的今天，跟大家分享我的今天。对，我今天就是这么疯狂，人家肚子还是超级无敌撑的爆，你知道吗？就是很撑，就是那种很撑的感觉。我现在就是很撑，感觉肚子好像塞了一个气球的，塞了半颗气球。
初次见面听了你个啊，真的吗？晚安。初次见面，はじめまして。我是林杰星，然后我的 IG 其实有很多我自己的歌，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多听，然后追踪我 ，Yes。你们还记得上次在柏林家？上次在柏林家的直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追，然后就有说什么啊，如果直播开几步就要双马尾什么之类的。你们觉得这个好吗？你们会想看我的双马尾吗？请问有人想看我的双马尾吗？欸，我其实还真的没有绑过双马尾，笑死！你们会想看我的双马尾吗？你们会想看我的双马尾吗 ？Yuki 晚安，为什么要发这个表情？这个啊是怎样？为什么嫌弃我的双马尾啊？好，你们会想看吗？以前公式发型不算哦，以前算是双辫子，以前是双辫子。想想吗？那如果。如果第一步卖完的话，我就绑双马尾。如果第一步卖完的话，我就绑双马尾好了。我们来设一个，先绑一次，不要。好吧，我可以抓。大概长这样吧。有人没看到吗？大概长这样。就是这样之类吧，我看要怎么抓。我要很认真的抓。这样吧之类的，会再更好看一点，现在只是乱抓，这样乱抓。如果你们想要，如果你们想看双马尾的话，可以让我啊，不，我在讲什么？我现在讲话超语无伦次的。如果你们想看的话，就是可以考虑一下多买几张券支持我的握手会，然后呢，等到完卖的时候，就是想说就大家开心这样，然后就绑双马尾给大家看。蝴蝶犬发型勒，我有点忘记蝴蝶犬长这样。夕阳け、うん。まで帰ろう。蝴蝶犬发型是什么 ？Hello Lingo， 蝴蝶犬，为什么我找不到啊？但是我之前有听过这个发型哦，我看一下，为什么没有？我都看到那一个女生，然后。所以是卖完的话，握手会绑双马尾。对啊，安安Lingo，我现在要实施一个 U 加晚安，就是如果握手会卖完的话，就要绑双马尾。This， 那就是这样子喽。光南明哥新活动，来去买一点 CD。你们可以考虑一下，就是多买几张卷贴我，你就可以看到双马尾的我，而且就是我也会拍照片上传 IG， 所以呢，就是你们可以期待一下。我是一个没有很喜欢绑双马尾，就是平常就是不怎么绑双马尾的人，就是跟我很熟的人都知道我平常就是没什么绑双马尾，因为我觉得
双马尾有点过于可爱，就是如果是我绑的话，我会看起来就像小朋友一样，就是所以我平常不喜欢绑双马尾，都放头发比较多，就是放头发看起来就比较成熟，比较像是一个就是比较成熟这样子，所以我就是通常都是放头发，最多就是绑马尾之类的吧，但是就是我真的很少绑双马尾，所以如果你们真的想看我稚嫩的我的话，可以多填一点，然后让我所谓满布，让我所谓关门，然后呢我就会绑双马尾给你们看，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双马尾的。而你们想想看，你们如果多买几张的话，然后来握手的话，那你们就可以握到就是双马尾的我，就连平常根本看不到，就是我真的平常就没什么绑过双马尾。我记得我很久以前有很久以前有 po 过一个双马尾的照片，但是那张照片有点失控，就是因为那是我小时候，就是看起来有点失控这样，反正就是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如果真的满布的话我就会绑，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没关系，那就到时候再说吧。好啦，对啊，猫我超喜欢这首，我没有哪一个是不超喜欢的，笑死。那个修晚安，幸せで yes， 就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如果来握手的话，如果满布的话，就是大家就期待一下喽。欢迎灯饰晚安，葛兆恩晚安，修晚安，思豪晚安，日头晚安，冠九晚安，大家晚上好，落日一笑笑晚安。大家晚上好，我是肚子撑到爆的杰星。哎，你知道吗？就是最近我朋友只要讲到杰西或什么 JC 或什么杰西或什么之类，我就会哈，然后朋友就会哦，你不觉得杰星这个名字感觉很常听到，就是什么 JC 或杰西或什么杰什么，然后你就很容易以为别人在叫你名字，然后你就会哈一下之类的。最近常发生这种事，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很常发生，但就是发生了。我今天怎么那么强啊，而且是那种自强那种，就是我发现今天就是感觉看的人看不起来，但我自己很强这样。我听到风的颜色，耶，颜色，我听到风的颜色，耶。高筋面粉晚安，玉晚安，宝强宝强的，听到风的颜色，都想最后除了眼泪都是悔过，我想放下一切只活得光明磊落，不讲道理不讲心，买榜上串流嘞，超赞的，有谢谢游戏 Hero 的相守之心。算一下杰西卡，对啊，杰西卡跟杰星，哎，我英文名字又是 Jessica， 那我的英文名字是从我幼稚园的时候取的。幼稚园的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入学，小幼幼班，然后被带到一个小房间，然后那个小房间那英文老师那个校长就说，你就叫 Jessica 吧。然后那时候我什么都不懂，我就那旁边有个老师就说，那你就叫 Jessica 咯。然后从此之后我就是 Jessica。难怪吃不到卡，不要啦，希望这不是我卡顿的理由。
我的闪电是没空看电视，我的名字又是关键字，我一起去清单清单，上一张都还没下班，下一张又准备上班，我不需要多大的排场，爬得太高，高处不胜寒，早知道我就带件外套，包子做得太多，最近盘得有点歪掉，恋爱 am again， 想买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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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张哦，我天天过年。对啊，今天网络很怪，为什么要叫 Jesse？ 可能是他有预料到我以后网络直播会卡卡的，所以才取一个那么应景的名字吧。肯定是因为今天太粉了，哈哈。谢谢 Anne 的 Pop Cat。对啊，我今天特别粉，我今天去吃早餐的时候，然后朋友还跟我说，哎，你今天也太粉了吧？然后就说，哦，对啊。对啊，我今天超粉的。杨丽谁呀？听都没听过。比冠军奖金还让人心动。希姐，希望你真的能理解。又是评委，到底凭什么？原厂。从我的名字确定的瞬间，这个卡顿的命运就已经确立了。太高，高处不胜寒，早知道我就带件外套，包座坐得太久，最近盘都有点歪掉。We just went and went and went， 买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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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张。哦、oh, ，我的天，天天过年 ，We just went and went and went， 噔噔噔噔噔还在左跳，有料，料。想你老婆，飞得很，买房，买房，买房，不想这样。感恩的心让我遇见，说不出来，太多字做不出来，属于谁的，我到底要听谁的，你给的那种感觉，只一点感动，莫名落在你眼睛，不停的循环，多希望时间可以下去，我听脑海里晃，太多的说不出来，太多的做不出来，我的心属于谁的，我到底要听谁的，你给的那种感觉，质疑的感觉，哦，说不出来，太多的做不出来，我的心被你打乱，时间点错乱，那种感觉，其实一份质疑的感觉，我想你看的，可是你的眼神融化了我的心，我的灵感都被你淹没，这些梦想就算多长，眼前一片空白，只有失望。真的吗？大家晚安。我再唱一次。说不出来，太多的做不出来，
是谁的，要听谁的。大家欢迎回来。只是一分之一的感觉，哦。定搭配周期，谢谢风的真情告白。晚安，好来，晚安，大家欢迎回来。我走着走着，我向你看着，但视线还是莫名落在你眼睛。戴上耳机，不停的循环，多希望可以缓慢，能坚持下去。你唱给我听，我没有剪刘海啊。海里晃来晃，太多的说不出来，太多的做不出来。我心属于谁的？我到底要听谁的？你给的那种感觉，只是一分之一的感觉。哦，谢谢好爱的声音，谢谢草。太多的说不出来。太多的做不出来，我的心被你打乱，时间点有种错乱。你给的那种感觉，只是一分之一的感觉。最近手上戴着你的心，故意忽略你想表达的意义。我想着想着。谢谢怀怀的行李箱，还有相守之心。对你唱。太多的说不出来，太多的做不出来。我的心属于谁的？我到底要听谁的？那种感觉，质疑的感觉。哦。说不出来，太多的做不出来。我的心随你打乱，时间点有种错乱。那种感觉，其实一分之一的感觉。这样看起来像比中指哎，算了，我还是不要乱比了。突然被你比爱心指定到，这是七，这是七。七加七等于叮，七加七等于我爱你。乱讲话，什么鬼？啊！刚才模仿子萱吗？不是，是我乱掰的。对不起，对不起，我骗了你。却演的演草不奈之后生，戒不掉烟，戒不掉你，该怎么办？天啊，隔壁的人一定觉得我疯了。八九的义气，谢谢。每阶段每阶段一次到位，不走冤枉路，都有影视美。为了给宝贝最好的保护，换奶时我选择老师推荐的蜂蜜布。都是你，脑海里都是你。控制不住自己，要怎么坦白？你让我无法去否认我对你的爱，全部都是脑海里都是你。 My love， 对你的思念伴随每次呼吸。我好想这讨厌的距离，隔壁的人听那么多年习惯了吧？以前你感觉跟多
你这辈子有被隔壁投诉过吗？但是我有被喊过说谁半夜来弹吉他很吵，然后我就不弹了，这样超可怕。然后也被楼下的人抗议说，就是跳来跳去的时候很大声，这样。无法去否认我对你的爱，全部都是你，脑海都是你，只怪我没能早点认识你，是不是爱不到我自己？这本能像是多久之前出去跳，闭着双眼，怎么又是你？想动眼动，对啊，可能对啊，因为今天穿粉色衣服，想说就来点甜甜的歌，有出现让我也甜的什么叫思念的痛苦。Freestyle 在恋爱运动，你为什么突然会变得没用处？到底为什么定力不停的翻阅着我们的信息？没想到我也会有这般经历，把思念都写进旋律，这印记在心里，羡慕未来是软药。I'm falling in love, 谁去请教？思念是一种病，那我是重症病号。My love only， 我真的脑海里面都是你。逐渐沦陷入我旧足迹，辗转反侧，如何缩短你我距离？Tell me what should I do？ 我真的在乎，在乎你没有表情和说话声调，在这里是开心，是郁闷，是烦恼。你笑得轻松，我心却静默。听我说，都是你。脑海里都是你，控制不住自己，要怎么坦白？你让我无法去否认我对你的爱，全部都是你，脑海里都是你。谢谢姚魔里的 Popcat， 谢谢 Kiss 啾啾。Kiss 啾啾，哎，好久没有 Kiss 啾啾了。巴拉巴巴巴巴巴巴巴拉巴巴巴。不不不不。哎呦。还有什么歌呢？呜呼！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啊！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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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健达缤纷乐。酥酥脆脆，绵绵滑滑。我觉得超怪。丝滑的牛奶巧克力，酥脆微化，含香浓榛果内馅，健达缤纷乐。谢怀的香槟，耶！我，不。你的笑容像是我昨晚的 moonlight， 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It's alright。如果记不清楚，我还陪你 go back。Just do wanna do and do wanna do。你的笑容像是我昨晚的 moonlight， 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It's alright。如果记不清楚，我还陪你 go back。Just do wanna do and do wanna do。Stay there， 不要激动过来，因为人拆不开。和你的状态。Okay, baby, please don't go. I'm trying to stay for get more close, and when you go, I don't know why I'm so sad for you. Even you don't feel my feel. Cause 我还不能说太累。I drink your ice tea， 你的天很美。像梦里见过太多本来的 déjà vu， yeah。Cause I don't really want, really want. Baby, you make my night foolish, boy. 这不是我的，没有，我平常都这样好吗？我平常在家里都这样。And I'm down. 你的笑容像是我昨晚的 moonlight， 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It's alright。如果记不清楚，我来陪你 go back。Just do wanna do and do wanna do it。Stay there， 不要激动，我过来。Crazy for you。
躺着等。啊哟哟哦哟，哎哟 check it out 哦哟，啊啦哒穿穿空加马当，哦哇哦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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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啊没了，还有吗？还有，好 ，yeah。你的笑像是我昨晚的 moonlight， 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It's alright。如果记不清楚，我来陪你 go back。Just do wanna do and do wanna do it。完全没有正经的唱完这首歌，只有最后面，哈哈 ，happy 呀、啊。海苔里面有餐品的，没有好吗？太可怕了吧！这样那个餐厅要倒了吧？谢谢书的枫叶，今天是我喜欢，谢谢。耶！那今天是怎样？吸进你的肺，怎么可能没有？我们来听那首歌好了。不想独自饿，不想独自饿。这不是草歌吗？不想独自饿。等一下再来听这首。我的 plug 不想独自饿，配上我的歌，那一点辣椒我买的还有剩，吸进你的肺，怎么可能没有感觉？配上我音乐，你会 repeat 好几万遍，每夜燃烧每夜，杰克下一点。再来一点点，鲜明。拍一部电影，谁的空间？他们笑我太过疯癫，说我是贪玩一线，赔了一千，让我来。You know why？ 我和你是不同背景，是跟我电影。太有钱，一边做音乐一边秀你学，差一点来了。手拎我的 plug， 不想肚子饿，配上我的歌，那一点辣椒我买的还有剩。吸进你的肺，怎么可能没有感觉？配上我音乐，你会 repeat 好几万遍，每夜燃烧每夜，翻开下一页。这时候就要听潮州土狗的那首歌，哪一首呢？反毒大使 ，repeat 好几万遍，我们要反毒一下。バカノノ、マセマセ、DJ 土狗带你飞，你来背。麻摩巴嘞，摩巴到底是什么意思？八加九九九，陪你女友到长久，哈巴狗狗狗，土狗哈球球，咖啡，新贵派。哎，我跟你们说，这部 MV 超有创意的，它就是结合了很多的迷因，你们去看这个 MV 会有很多像是什么统神班那个，还有那个我的豆花五十块那个，还有很多，豆花几块忘，反正就是这个 MV 结合了很多台湾的梗，这样，你们有空可以去听看那个 MV， 超有创意的。
都湿了，那你来背。巴嘎诺诺的后面就是摩巴啦，对吧？哦，原来如此，摩巴啦。我就觉得他的 MV 超有创意，就是里面有很多台湾的一些近期的迷因，什么统神之类的，还有什么我的豆花什么的，我看一下。他是迷因，迷因神曲，这首歌是迷因神曲。我看一下，笑死，看一下有什么梗。一周。哦，巴嘎诺诺，香蕉火龙果，轮椅赛车，没有没有要买东西，超大双人床，记者洗澡触电，出事的阿伯，同神端火锅，我的豆花30块，赞美超，林生和，来来来，要不要吃哈密瓜？就是这首歌的 MV 有超多的迷因，你们可以去看，超好笑，他直接把台湾迷因做成一首歌的，咖啡 battle。他最近新出那个跟金耀王那个很好笑，超好笑的。嘟嘟嘟，好，我们回去刚刚那首歌曲，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哎，接得太好了吧？Sleep， 超尴尬，洗澡触电真的好爱，笑死。哎、欸，我还没看过那个迷因哎，不然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迷因好了。我来把，因为它里面有很多连接，我来点进去看一下那个连接里面什么。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巴嘎诺诺。哎，摩巴啦，我玩摩巴啦，干掉，报警啊！我玩摩巴啦，巴嘎诺诺，麻西麻西，吃啥椒？这什么？这是巴摩巴啦，巴嘎诺诺。干掉，我报警了。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好了。香蕉火龙果是什么啊？我救命哦！看你到底，哦，干来来来了！啊，干火龙果，干火龙果，火龙果，啊，火龙果，火龙果，干干干干，啊，火龙果啦，火龙果，干干干干干，干干干，你快滚到我中间了！哦，好肥、啊，我不懂啊！火龙果，轮椅赛车又是什么？这部电影因为违反 YouTube 的社群规范遭到移除。为什么啊？有人知道轮椅赛车什么？可以跟我科普吗？什么是轮椅赛车？我看一下，轮椅赛车。是什么？哦，我看到了，轮椅赛车是什么啊？是很地狱的东西吗？有人知道轮椅赛车是什么吗？这是什么？没有，准备哦。我数到三，其实不用数到三，因为。这什么鬼？这么鬼，什么鬼啊？你可以告诉我这影片什么鬼吗？吴北辰，什么鬼？超智障！撞墙。好，我们来看下一个，有没有要买东西？这是什么？要买东西吗？有没有买东西？没有吗？我走喽。
买东西。好多留言都在说是因为潮州通告，超大双人床又是什么？哎，我怎么都没看过，我只知道同神还有厨师阿伯之类。哦，双人床我知道啦，就那个跳下去，然后就是铺，就那个有两个双人床，然后就是他用一张棉被把双人床连接在一起，然后他跳下来，他说哇好大双人床，然后跳下去就终于是空的，这样超好笑。超大双人床哎、欸！超大双人床哎、欸！够了吗？快给我停止！太是，超好笑。哇，超大双人床哎、欸！笑死！还有什么？记者洗澡触电是什么？冲水，结果呢？一阵电流窜出，让他身体还弹飞了一公尺远。事后他询问会馆，那么业者表示说是没有漏电的情况，怀疑是他自己身体产生静电，但这个理由让被害者气到不行。碰到那个，或是我真的已经能尽我能力去把那个水龙头关起来的话，一碰到那个我就现场就会死掉。想到自己差一点从鬼门关走一遭，杨小姐还是心有余悸，因为怎么也没想到，只是去养生会馆放松心情，却疑似设备漏电，差点被电到昏迷不醒。我想说我能动吗？还在心里想说我能不能去把东西关掉，就没办法动，就一直这样疯狂大冲水了，就整个飞出去了。杨小姐惊到淋浴间，正拿起莲蓬头准备要冲水的时候，突然一阵电流经过她身体，时间长达一分钟之久。这什么鬼？杨小姐本来使用第一间淋浴间，但因为故障，刚刚什么鬼？时间长达一分钟之久。他在干嘛？当时杨小姐本来使用第一间淋浴间，但因为故障进到第二间，右手拿着挂在墙壁上的莲蓬头抽水，没想到被电到无法动弹，直到瞬间一阵超好笑，被一公尺远。连蓬头才扯开。今天我还算比较年轻，我被电，已经套了一个，我刚开始被电完一个礼拜都没有办法吃饭。假设今天是一个年纪更大，50岁。留言也有写，潮州土狗带我来超市。在家里躺了一个星期，我还帮按赞。现在都还会有手抖手麻的情况。我靠！业者就不仅了解自己身体状态，还电到昏迷不醒。想说我能动吗？再一次，那冲水了就整个飞出去了。杨小姐进到淋浴间，正拿起莲蓬头准备要冲水的时候，突然一阵电流经过她的身体，时间长达一分钟之久。当时杨小姐本来使用第一间，这蛮好笑。好，下一个，出事的阿伯。什么鬼？阿贝出事了！阿贝，阿贝每天都这样开，还是不是活得好好的？笑死！下一个同声端火锅，这个不用看，这不知道。我的豆花30块，再来看一次好了。我的豆花30块。再一次，哈哈哈哈哈！下一个赞美超看过，林森河是什么？这我没看过，我看一下林森河是什么。让我来看看，让我来看看。哦，就是那个戒色的那个，笑死，就是一个戒色的社团哦，他都会在里面 po 文，就戒色的情况这样，我觉得很好笑。对，我之前有看过，来来来又是什么？来来来，来来来，哎，我觉得那个双人床最好笑，还有那个触电。超狂大妈行车记录器，再电，我是看过，我还有按赞，笑死。
能怎样啊？我不敢怎样啊！遇到女王哪敢怎样哦？吓都吓死了，美女。我不敢怎样。马路走过去，我怕被车撞，我太损啦！哎，停停停！来来来。自己骂自己，奇迹！哈蛮好笑的。好，下一个要不要吃哈密瓜？这我知道，但我其实不太懂这什么梗，我只知道他是告五人把他写成一首歌。你要不要吃哈密瓜？哎，我感动，这个叫什么？那边的。什么？你聊的是哪里啊？公鸭啊！还是鸡皮啊？要不要吃哈密瓜？吃哪里啊？要不要吃哈密瓜？吃哈密瓜。我问你要不要吃哈密瓜？烦了，他一直不讲清楚。我看一下，哎，要不要吃哈密瓜？要不要吃哈密瓜？还有没有？还有什么？哦，还有什么大婶过街打人？这是什么？欢迎收看本周的卡提诺黄新闻。追踪按赞狂新闻粉丝专业第一手母语，谢谢。哎，现在还有狂新闻吗？我怎么好久没看到狂新闻？现在还有狂新闻吗？啊，竟然还有狂新闻呢！好久没看狂新闻，我记得之前是狂新闻忠实粉丝。好，大家有兴趣就去看潮州土狗的反毒大使，里面有超多迷因的，还有什么轮椅赛车什么。对不起，妹妹就八头哦，这也是一个梗哦。这什么？朋友们为了你们的头，就把不起妹妹，把不起妹妹就八头，把不起妹妹就八头，这是201，还有什么？前面有一只超可爱的狗狗是什么？我看一下最后是什么。
我想来看看这只狗狗。狗狗。前面有一只超可爱的狗狗。我想来看看这只狗狗。狗狗。前面有一只超可爱的狗狗。我想来看看这只狗狗。狗狗。我快笑死对被咬超笑好反正就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这哎我还没认真看过他 MV 来看一下好了看一下是不是真的这些 这些都在里面看一下我没办了干掉报警啊我没办了八个人人八岁八岁叫他叫让你们自己去看，可是我觉得。我觉得还蛮好笑的，就是还真的是有一些迷因元素，所以你们可以自己看，来点迷因，世界和平就那么简单的、啊，还蛮好笑的。哎呀，见物花那新出新歌了，来听。发出啊！爱了。哇，图真香啊！喜欢，好可爱。宝都喜欢唱这种歌，可爱。超好看，我可以躺在他们中间吗？呵呵 ，OK。长音爱了教主在发出我好像知道朋友原因好可爱好好听哦我再听一次，那我再听一次。可爱，外卖，可爱，外卖，可爱。哦，那日染的那个好漂亮，这是我今天讲过最正常的号吧？我说在看这个。
再听一次。好，我们排名吧。谢谢大家今天看我直播，结束的莫名其妙，笑死。好，所以十名是剑骨，谢谢剑骨。第九名是游戏哦，谢谢游戏哦。第八名是修，谢谢修。第七名是许阿北，谢谢阿北。第六名是安，谢谢安。第五名是修修，谢谢修修。第四名是 Lingo， 谢谢 Lingo。第三名是亚欧莫莉，晚安亚，为什么晚安？亚谢亚欧莫莉，第二名是怀怀，谢怀怀。第一名是日风，谢谢日风，耶、yeah, ，谢谢大家，笑死。哦，是你去查剑舞华纳，然后暧昧劣等 lover， 谢谢大家，拜拜。差点结束的莫名其妙，因为我在发出。大家晚安，我是 Bing Skin 啊，下礼拜见，拜拜。下一次公演见，你们下次都会来吧。拜拜，无声的抗议。